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相声演员玉浩在这儿给您拜年了。你今天我们俩，你脸大，你往后点，哎，你要没开美颜，哎，你得这么拍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茄子，什么？那茄子，嘿，黄瓜，什么黄瓜？啊，过来，叫我啊，你来，你等会儿给你签名啊，别着急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，快快快，啊，哎，你要合照吗？哎，我要，你先等会儿排队，你等会儿，谁跟你合照啊？嗯，说相声。行，你说吧，就是咱一会儿，你别跟他聊了，行吗？等会儿，咱俩说相声，谁？你，我和你，心连心，同住地球村，你唱歌来了？哎，我唱什么歌啊？就是你，哎呦，你吃什么脏东西了是吗？我什么身份？我跟你说相声。哎呀，你什么身份呢？你打听打听去啊！你看看电视上那大广告怎么写的？怎么写的？《笑傲江湖》第三季全国总冠军卢鑫，把那眼睛睁开看看，后边还有字儿呢啊！等，嗯，等像话吗？嗯，那是我的名字，你得念出来。哎，大丈夫做事不拘小节，对吧，小杰？哎，因为我们谁叫小杰呀？我怎么发现比完赛你膨胀了呢？咱不是腕儿，哎，那是你不是，哎，我是。哎呀，那我倒得问问了，嗯，你是什么腕儿啊？我，你是 Super 哈哈 Star。哎，你先等，嗯，你是什么 Super 哈哈 Star？ 什么意思？超级笑星。哎，出去。怎么那么不要脸呢？嗯，还超级笑星了。我跟你讲，不要这么跟我说话。怎么着？我有江湖地位。哎呀，你有什么江湖地位啊？哎呀，我给你打个比方吧。别比方的，嗯，你比个圆的。我给你打个比圆吧。哎，打什么比圆呢？三角要不要？要什么三角？唐三角老师，不是，蔡国庆老师知道吗？那太熟悉了，唱歌唱了40多年，没错，红透半边天。当然了，费玉清老师知道吗？更熟悉了，唱歌唱了40多年，对，红透那半边天。哎，他们俩把天红完了是吗？你知道我在哪儿吗？这哪还有你的位置啊？你傻呀，我在他俩中间那道缝上。哎，我抹得很平，啊。我是一线天的艺术家。你行了，还一线天的艺术家？你抹得再平，你也是个搞装修的。你管着，这是我江湖地位。这就是你的江湖地位啊？知道我怎么样做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的吗？哎呀，我倒得听听了。我怎么样做到激励鹤群的吗？那怎么啊？鹤立鸡群，今年是鸡年，哎，鸡最大。啊，鸡最大，鸡最大。跟我讲道理，对，你见过鹤年吗？哎，行了，我没见过。你属鹤的？走，怎么嘴那么碎呢？为什么我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创新呢。哎呀，我勇敢呢。还勇敢？创新的人都火了。谁火了？傅园慧。那我知道啊，游泳健将。当然了，人家创新，哎，火了。你等会儿，傅园慧创新什么了？新的游泳换气法。哎，换气法，哎，不是8秒9。哎呀，你也不怕呛着？创新了，火了，这就叫创新了。还有那谁，吴莫愁，这我也知道，他跟我很熟，是吧？莫愁，英文名叫 Don't Worry。哎，叫 Don't， 那是他英文名字吗？人就创新，他创新什么了？新式唱法，呕吐式唱法。哎，不，什么叫呕吐式唱法呀？I got mon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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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st want mon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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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don't want to make a。 你还吓我一跳呢，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就是创新就能火啊。创新就能火？ Yes, it is。 哎， yes。 离了英文不说话了这位。那我问问你啊，就咱相声怎么创新？怎么创新？对呀，你问对人了。哎呀，忘了我是谁了吗？你是谁呀？ Super 哈哈 Star。 行了，不要再提这个名号了。我们曲艺百花园中有这么多的形式，为什么不能用呢？
都有什么？你跟大伙说说，你都不知道吗？你说说吧。除了相声啊，哎，还有小品，有魔术杂技，噔噔噔噔，评书，行了行了，笑话，哎呀，说唱艺术，东西南北中。没电了是吗？嗯，什么毛病啊？就你唱的这个都能跟相声融合在一块儿？都可以啊。行，我问问你啊，嗯，唱头一个魔术，这能跟相声搁在一块儿啊 ？Why not？ 哎 ，Why？为什么不能呢？啊，还能啊！神奇的魔术响声。哎，哎，不是，我来，什么意思？你叫他干嘛呀？不是，哎、今天，嗯，我给您说段相声。说吧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、哎。什么毛病这是？这副牌怎么了？就是说相声都会用到的扑克牌，哎、谁用到它了？今天，哎，我们用不到它，全是废话。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一副。哎呀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扑克牌。怎么就独一无二了？因为是我自己做的。说，都知道相声有一个节目叫报菜名，老节目了，里面有108道菜。没错，今天这副扑克牌里每一张牌上都有一个不同的菜名。什么？来，摄像机近一点。哎，还近点儿。蒸羊羔，啊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嗯，蒸鹿眼儿，这还蒸鹿眼儿，专业疏通下水道，专业，这是广告牌，我们不要它。废话。好，那么下面这位先生，请帮我洗下牌好吗？洗得越乱越好。可以，可以。刷，他已经洗完了。好，那么下面当我布牌的时候，哎，请你随时喊停好吗？啊，可以，随时喊停。行，喊停。哎。啊，喊停、哎、停，是这张吗？哎，是。那好，不要让我看到。好好，给朋友们看一下、哎、自己看一下、哎、行，给摄像机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呀，行，这个给看吧，看。如果在下面的时间内我猜对了这张牌上的菜名，嗯，不需要多，怎么着，5秒钟的掌声。哎呦，要求还挺多啊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嗯，它应该是蒸羊羔。哎，嗯，不对，开个玩笑，那一定是蒸熊掌。不对，开个玩笑，那一定是蒸鹿眼儿。不对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酿肉香肠，素锦素花，熏鸡白肚，清蒸八宝粥，酱米酿鸭子，罐野鸡，罐二人吃，卤水酱卤子鹅，山鸡豆腐菜美鱼清蒸哈什么、哎、一定就在这里表演成功，掌声。哎呀，行行，我行，你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，行，外墙音乐停吧。哎，行，走吧。行了，别鼓掌了，就你这不行啊。不行吗？太乱了，这个不行。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这不行！你忘了我是谁了吗？你谁呀、啊、？Super 哈哈 Star。哎，忘不了这个了是吗？魔术不行，我们还有那个杂技，噔噔噔噔。啊，听你这意思，杂技也能说相声？杂技怎么不行啊？怎么了？看过杂技吗？看过呀。然后杂技就两个男的穿秋裤演那个节目，哎，知道吗？那是穿的秋裤吗？就那个利于美。哎，利于美。说相声怎么不能啊？歪闹腾，哎歪，啊，这不行吧？展现相声演员独特的男性魅力，不是杂技相声，哎，怎么说？不，你要干什么？你，不，咱不能这样，咱。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。对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，四门。拿说来讲就不容易。怎么不容易？因为它讲究很多。都有什么呀？比如蹦蹦蹦啊，蹦蹦蹦，嗯，憋死牛哦，绕口令都有。下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30分钟的报菜名。我下去。30分钟我扛得住吗？嗯，废话，报菜名说30分钟啊。说慢一点，大伙儿听得清楚。听得清楚，我腰折了。嗯，不能，这不行啊。不行不行吗？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不行，对不对？你磨磨杂技不行，我们还有噔噔噔噔。哎，行了。嗯，
天奏都往里边搁是吗？我们可以想办法吗？你忘了我是谁了？你谁呀？我是 Super 哈哈 star。 哎，咋了这是？你这是想一个主意吧？你可以想办法吗？什么办法啊？完了，哎，变脸，哎，别胡、啊、变脸相声，又民族又传统又世界，不是你是这样，不是这真来不了，是不是你变脸绝对不可以，不是我跟你讲，他仔细说，真的可以，他真的不是，别说变，就把，就把，朋友们，看过相声吗？看过变脸吗？2017东方卫视纪念春晚的舞台上，即将升起两颗 Super 哈哈 star。我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今天一对年轻人要在这里走向他们的婚礼，人生的巅峰。谢谢。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就是空前绝后、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、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商量的变脸相声。一起打一下节拍。在东方卫视一种绝活，说相声还变脸。哟，看看看，技术都快如夜快如电，好潇洒好浪漫，相声其实并不难，不难，字幕功课要齐全，要学习。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说学逗唱要新鲜，明亮四海，赞叹相声变脸，绝了